节目由资深八婆奥黛丽维你吃瓜不报明日之子二看了两期，最让我佩服的是把离人愁是抄袭这事捅出来，广大的网友真的无所不能。今年大火的神曲离人愁被扒出一次抄袭了好几首知名歌手的代表作，其中包括周杰伦的烟花易冷，许嵩的清明雨上，不过相似度最高的还是用山外小楼夜听雨，副歌简直像一个娘胎里出来的。离人愁原唱李元杰参加明日之子二被淘汰了，刚出来那会儿就被人扒过的，现在他还去明日之子那个选秀标明说自己原创，还代表国风，本以为他实力不错，结果基础的乐理知识都不懂。李宇春听完后也表示，现场对他考试的题目那不是一个刁钻的和弦，李元杰就是没有按出来。春春当时就表示自己最大的疑问就是他歌曲是怎么写出来的，花花也表示做原创的人不应该去做这样套旋律的歌，起码最基本的乐理知识要懂，不要来标榜原创。花花最后一句说得太好了，抄袭敢来独秀赛道，这不是送脸给人打吗？套旋律的歌好奇怎么写出来的，已经暗示得够明显的了，难道要他们直接在节目里说你这个是抄袭，已经很给面子了。华晨宇肯定知道离人愁是抄袭的，一个热衷 ACG 的人怎么可能没听过古风，也是很服气，抄袭的歌还敢去节目里唱，基本乐理不懂去参加原创赛道，当三个导师傻子吗？华晨宇对李元杰算轻的了，没直接点名抄袭真的算给脸了，这个播放量还7亿，几位导师那个笑容就是看破不说破。华晨宇建议他学好乐理知识太流行了，其实就是对于这种乐理都不懂的人却抄袭曲子火了，就要遏制这种现象，随便换个业内的都不可能这么笑着细声细语的说了。华晨宇对音乐很有天赋也很用功，他说的这些话是他有底蕴的最好证明，这不是抄袭曲子火了的人能比的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，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，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，嘻嘻嘻嘻嘻嘻，喜欢就赶快订阅吧。